Hello， 今次出書喎，咁樣點啊？有咩心情同大家分享下咧？今次係我第一次出書啦，亦都係第一次有簽書會啊，其實勁開心咯，可以同觀眾勁近距離接觸，同埋咧要喺自己個樣子上面簽名咁樣都係第一次。我練喺邊個位簽會最好？我有已經決定邊個位簽最好，同埋我有練定簽名咯。而家啲字越嚟越靚啊！因為佢簽名籌是有限的，但好像會根據，如果人數真的太多都不想人家失望，都是有彈性的少少加的，那我希望盡量簽完。那你今次出書呢，有沒有什麼特別的難忘的事呢？今次出書我覺得最難忘的就是我是一個很不懂影相的人，是不是看不出呢？然後呢我有爬樹啦，又有去沙灘，即上山下海咁樣都有咯。同埋最難忘嘅就係我喺入邊寫咗自己第一次講大話嘅經歷啊！跟住我覺得呢啲都好得意咯，希望佢哋會好赤裸，我覺得希望你哋會出去睇啦。咁你今次寫係寫咗幾耐咧？文字上面寫嗰時有冇覺得好困難咧？原來自己寫字原來都幾大挑戰。因為我有 keep 住寫嘢嚟梳理情緒啦，即係好似日記咁樣啦，所以咧就都唔會話好吃力。但是呢要成為一本書呢，那我就要想怎樣將每天的心情組織，就這一下是最難的。我大概用了可能四個月時間到啦，寫了三萬字，本身想著六萬字，我們沒想著那麼多照片，想著字多，但最後不行了，然後，拍多幾張照片先頂住到這樣，但是，很開心咯，希望大家喜歡看，因為是日記這樣來的。我陣間完咗書展，今晚都要翻去剪片啊！啊，冇計啦！呢個香港人，大家唔好睇我表面風光，我都係半斤八兩嘅，就同大家一樣。所以唔緊要啦，呢個獅子山下精神嚟嘅。咁嚟緊會忙啲咩咧？嚟緊冇咁忙，嚟緊我終於有得休息啦。細佬放榜，跟住同佢去旅行啦，跟住就忙 YouTube 片咯。嚟緊會有套戲上啦，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我之後嘅作品啦。套戲是《賭破法蘭克》啦，咁樣，跟住我就係做一個本身可能係好迷茫咁樣，俾大財團壓榨嘅人，一到最後都冒起來反抗嘅人咁樣，希望大家中意睇。有冇話拍嘅時候有冇覺得有咩挑戰性啊嗰啲咁樣，或者有啲難？因為演技咧就唔係特別好啦，本人，跟住之後咁我就覺得好難啊，因為對住啲對手咧，佢哋做戲都好犀利啦。係，同埋好佩服佢哋。其實演員咧，我發現電影嘅演員係有鋼鐵般嘅意志啊！佢哋咧日曬雨淋，因為我哋夏天白冬天氣啊，所以都唔簡單，又有蚊咧。咁我覺得好犀利啊！在場所有人，我學到嘅唔係學到演技啦，因為我戲份又唔係話真係超多，因為我唔係明咁樣嘅主角啦。但係我學到就係有堅毅嘅意志。我講真啊，我而家係完全唔怕熱啦，已經。好多謝大家今天過來支持，因為我知道書展真的勁多人啦。有些人可能有社會恐懼症啊、人群恐懼症嗰啲咧，出席呢啲場合其實會很辛苦的。好多謝你哋會過嚟啦，即係排咗咁耐同我見面嗰幾分鐘咁樣。我會記住，亦都會喺作品同埋我亦都會喺作品同埋啲影片度回報大家嘅。好 ，thank you。Thank you。